声音一直都在。今天干扰太多了。对啊，到处都是声音，已经分不清楚到底哪个是有鸟，哪个是灵动了。里面要不要进去看一下？我进来整个真的一直在起鸡皮疙瘩，看啥小啊！这真的会吓死人呢、欸。对啊，这里也有啊。哎，这里该不会……什么东西？是鸟吗？怎么动一下声音？我听到声音。完全没看到鸟，这里是什么？病床被拿出来，今天实在是太累了，精神不济。休息一下。什么东西？把那些人形的偶像都封起来。好像是楼上那边才开始有。
你叫我调亮一点哦。好，可以了。这间教室里面也有那个，有一些鸟尸体。这个床很像是那种旅馆里面的。厕所。
骚动停止了。